爱好，那是维密的牙洗。今儿个呢，我来吃一个卤汁凉粉，这味儿是10点左右，人有点少。我专门见了个人设的时候出来。这家呢比较知名，估计吃过的，一看这个室内这个大堂，就知道这是谁家的。在这先开幕。有很多外地的朋友可能不知道这个东西。这个就是他们网上所传言的那个叫黑暗料理。首先呢，咱要白馍。这个白馍呢，要白成啥样子呢？就是比泡馍稍微大一点，比这个吃的这个水泡要稍微小一点，这个样子。这样一会儿卤浇上去之后，哎，比较入味儿。这个卤汁凉粉的馍的话，也是跟咱吃的那个坨坨馍还是有点区别的。有啥区别呢？就是这个馍啊，要稍微要细一点，馍要软一点，这样的话吃起来这个佐料还有这个汤的味道就能进去。你们看一下这个馍，看一下，这应该是发的特别的好，也比较软。看到没有？一定要吃软的。你如果有的馍稍微硬一点，然后影响整碗的这个品质呢。我背了有一卷半馍，这是个大碗。然后呢，现在咱就去拿到人家这个调料的地方，让人家给咱把这个一调一舀，咱过去看一看。调粉是用豌豆，这是豌豆粉。豌豆粉，这个豌豆里边适量的加了一点绿豆，增加它的甜度。不然的话，调味没有这么热。你看这调味，现在已经调好了，大家看一下这个样子。一个扁担，一个鸡蛋，鸡蛋这个是糖心儿，这是自己加工的。然后这个主要今天给外地朋友们讲一下这个咋吃呢，因为这家的本地实在是太有名了，我都不好意思说了。然后你来西安的话，想品尝一下这个西安回民街这个正宗的美食，这个是比较有特色的。这个东西在全国的话，可能只有西安有，西安的回民街有。这个咋样吃呢？首先刚才白馍给大家说过了，吃的时候啊，这个就跟羊肉泡馍一样，就是咱要溜着边吃。为啥要溜着边吃呢？因为它这个佐料刚才在调的时候，是一层一层调的。你溜着边吃的话，然后这个味道它就是比较丰富。比如说你这边，你想我给大家演示一下啊，你看，那在这边吃的话，这边我能吃出啥味道？一个是辣椒的味道，还有个这个芝麻酱的这个一个香味就可以吃到了。然后我在这边再剥的话，我试试看它啥味道。这边的话可就能吃到醋还有辣椒的味道。所以大家如果来西安来玩的话，想品尝当地的美食，咱不但要知道当地的美食有啥，还要知道当地的美食怎么吃。如果你把它完全一搅的话，这个就吃不出来它原有这个风味了。好了，我现在开始吃了。现在好了，现在就是出发了，给大家说这个味道吧。这个卤汁凉粉呢，它的味道是比较丰富的，
像这个酸甜苦辣咸香都能吃吧。如果你不喜欢吃这个芥末的话，它的味道就只能吃出来比较浓的这个麻酱的味儿。正常的一个全部佐料的一个搭配，味道的这个层次感还有这个口感是都能吃到的。这是几乎是西安最好的卤料，这个我都没有啥可说的。如果你喜欢吃，你过来放心吃。好嘞，我是文明家家喜，关注我，让你领略回放风情和美食。再见。